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来自于哪里？我来自山东。我来自河南。我叫李赛，今年22岁。我叫李盼，今年24岁。做什么职业的？我们以前效力于加拿大的太阳马戏团。哇，太阳马戏团。对。想问一下，是你们不做了，还是他们说你别做了？我们想回国，其实我们的合同是5年1签的，但做了5年在那边。对对，能坚持5年的合约，对下面节目会充满那种期待的。太阳马戏，好，开始你们的表演。我会把最精彩的一次，用尽力的一次表演献给大家。